变成胖虎。胖虎姐，胖虎。还是我在这里写彼得爸的双下巴。What if I tell you that things don't happen once, they always come back. Good morning,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Trick or treat, Halloween，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万圣节计划。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到了。对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高雄的卫武营。我们这次的计划又很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们今天穿的奇装异服，已经奇装异服开始了。今年儿子的愿望是什么？一个是鬼灭，一个是那个超人力霸王。但是妈妈十月就要去生小孩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提早一点点。我这次还是有自己手做，因为毕竟弟弟有指定的那个赛罗奥特曼，就是这个。其实他还是算蛮阳春，不好意思，那是你儿子的胸围。哦，所以这是铠甲就对了。对，就是放在那个胸前的一个铠甲。放头上，对对对，是这样，正常。对。就妈妈做了一个礼拜这么辛苦，他有一个人不穿。是 OK 啦。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很特别哦，就是我们要穿着这个 dress code， 然后来去听我们的音乐会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卫武营，我们要来听一个这个探索管风琴音乐。平常呢，你想说去听音乐会，可能要穿比较正式的服装，没错。但是今年的万圣节很特别，很不一样哦。是10月28号在卫武营这边呢，他们就举办一个万圣节的玩具音乐盒，让大朋友小朋友呢，你们都可以穿着你的 dress code 打扮来到这边一起听音乐。如果是穿着 dress code 过来呢，他还会帮你印照片，让你回去做纪念哦。没错，因为只有穿一次的话就太可惜了，干脆拍下来做纪念，就可以知道去年我们回复了一些做了什么事情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也就会抢先。来体验一下，我们就穿着这样子。好，那除了这之外呢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企划，是就是我们今天呢要送出我们3个 Susie and Pura 妈妈自己设计的包包。是的。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前3个认出我们，然后来跟我们拍照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就送出妈妈自己设计的包包给他。对，我们就今天准备了3颗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进行任务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带这个没有人到底是谁。我带钱，谁知道？这就是音乐厅，就是我们待会要去听音乐的地方。小孩都没有看奥特曼吗？我们都没有想跟奥特曼拍照的吗？他们只想说你们在拍影片，你们是谁？对，真尴尬。结果今天这个企划失败，那我们可以进场了。已经可以进场，还没有人看到我们是谁。是我们去当那个售票员。我们已经在那个路口很明显的地方了。今天有机会成功吗？比发糖果还难。对啊，比发糖果还难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先听音乐了。好的，我们要进去听今天的探索管风琴音乐。出发。那我们将会拿在手上，然后出。谢谢。我是不会的，没有问题。稍等一下，可以问他们知道我是谁。肯定不知道，谁知道你是谁？谁知道我是谁？他是谁？蝴蝶人。那这个就管你哦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。谁想的这个企划？何苦呢？你想的。在服务台这边都有万圣节的节目单哦，这就是这次的万圣节玩具音乐盒，10月28号晚上7点半，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。服务台这边也可以索取今天的节目单哦，节目单在这边。今天的演奏啊，很特别的是它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哦，就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看到的角度。你今天装扮是谁？那你今天要变成很有气质的富冈义勇来听演奏会哦，好吧？你知道管风琴吗？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乐器哦。这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。我们会坐这还是这？
没有，它可以换位置哦，很特别哦，它是葡萄园式的那个座位，所以你可以坐后面坐前面都可以，每个位置的那个共鸣跟声响都会有点不一样。哥哥现在在这个年纪啊，跟我刚开始启蒙接触音乐、接触管乐的那个年纪其实差不多的。那接触管乐之后，老师们都会很鼓励我们去可以听很多很多音乐会，听音乐跟你在看演唱会是不一样的，不一定是要坐到最前面，那个音场才是最好。有时候坐一些比较中间、后面、旁边的位置啊，它的音场反而是比较好的。我们从这个二号观众席下去，哇，第一次进来耶，好壮观哦。And if that ain't love, I don't know what is. That ain't love. 哥哥，你看那个就是管风琴哦。我只有在柯南的电影里面看过管风琴，我没有看过真的管风琴，原来这么大。我们的位置超好哎，我们离他好近哦。所以你等下他在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他手指头，有一种零距离的感觉。嗯。But I just call it being free. 哇，哥哥怎么样？有没有认识管风琴呢？很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他手舞足蹈？他手很忙，然后脚也好忙哦。那你回去以后上音乐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认识，对不对？那管子要怎么？你好。哦，你认识我们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小企划，就是有认出我们就送你一个包包，真的，不是诈骗集团，是真的。哇，真是好棒的飨宴哦！真的，我觉得好酷，我就是有一种蛮震撼的感觉，因为这是我实际上第一次看到管风琴的那个现场演出，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管风琴这么的忙哎。第一次来到魏武营的音乐厅，然后他管风琴真的很厉害，果然是全亚洲最大的，他的声音啊也非常的洪亮哦。那我们刚才坐在第一排，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好。其实每一个位置那个享受的感觉不一样，像我们今天比较棒的是因为我们的体验是探索管风琴音乐，对，所以它可以让我们换位置。那换位置的同时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下一次来，比如说你要对，像我们站在第一排，除了我们听的音场很棒之外，其实我们离那个演奏家非常的近。他真的是手舞足蹈，因为他除了双手并用，然后连双脚一起并用，我就哇，好酷哦，好强哦，都给他一个人演就好了。真的，而且我就发现这个演奏完下来，大家的核心力量又很强。对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呢，也是第一次进来，我刚刚觉得好震撼哦。我们带大家来深入的一个体验一下好了。那魏武营音乐厅呢，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是葡萄园式的座位，360度。然后是一层一层上去的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有每一个不同的视角去欣赏这场演出，正面的、后面的那种观众席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是一个从来没想象过的位置。在后面呢，你就好像是在舞台上一样，你就可以看演奏家在演奏，就非常的酷。那像这样的活动啊，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，那每一次的主题啊会不一样，那有些会比较古典音乐，然后有些会适合小朋友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的话来走走看，然后搞不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。Some might say that I'm a loner, but I just call it. 这上面是阅读窝，是可以给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阅读的地方。哇，这边好大哦，感觉第一次来真的很容易迷路。你好多书哦。我觉得它这边就像一个卫星航站一样，中间的一个分岔口，然后你可以去到不同的航站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一个 center 服务中心，而且服务中心它这边不是只有刚才看得到那个阅读，它这边还可以租借婴儿推车，这边还很贴心的帮你设置了一个哺乳室。对，我们好不容易越来越看不到这种东西，现在又要注意了，很需要啊。五级五四来参观一下哦，很齐全耶。对，饮水机哦，里面还有哦，这边还有厕所。哇，有厕所的，很贴心哎。哇，他这边也有这次万圣节的玩具音乐盒的海报哎。哦，这是 demo。如果你穿的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角色装扮来的话，就是他会给你印这个照片，很有纪念价值。像这一天来这边呢、啊，它其实里面都会有很多那个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像是阿达一族的配乐，然后圣诞夜惊魂跟玩具幻想曲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听的一个音乐会。你好，我好需要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。你在哪里看到我们的？我远远然后看你们穿的比较特别，想说怎么有怪人穿成这样。我现在有一点紧张。
不起，我也有一点紧张。终于遇到认识我们的人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小企划，对，我们在找认识我们的人，就会送苏珊设计的包包。这是我的荣幸，这也是我们的荣幸，谢谢你。好开心的一个音乐飨宴，今天的企划算有成功吗？有，我们至少送出了两个。对，那剩下一个呢？就看一下看影片的人有没有认识我们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影片下面抽了。看影片有没有认识我们？那要留什么吗？留下这次的企划是什么就好。可以，这次的计划。那我们也会把这次魏武营的万圣节的活动呢，放在底下说明栏里面。啊，有兴趣的话呢，也欢迎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参考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武营过来哦。